西安特产有哪些？西安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之一，那么西安的特产有哪些呢？一、贾三灌汤包子。贾三灌汤包子是陕西西安的一种地方特产，是名头最大、字号最为响亮的西安小吃之一。二、临潼石榴。临潼石榴，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特产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三、西安凉皮。西安凉皮是一种特色小吃面食，西安市面上的凉皮大概分三种，岐山擀面皮、汉中热面皮和秦镇米面凉皮，其中以岐山擀面皮最受欢迎。四、石子饼。石子饼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唐代称石傲饼，其特点是经久耐蛀，携带方便，食用时油酥咸香，营养丰富。另外，西安还有阎良香枣、临潼火晶柿子、阎良甜瓜、灞桥葡萄、蓝田樱桃、秦兵马俑等深受人们欢迎的特色产品。